空，誓不成佛。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南无本尊百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百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百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各位，咱顶回甲介绍脱离天宫的天主来教化众生的过程。那么，离咱脱离天天主甲下赞天的四大天王呢，因拢是这两赞天拢属于地基天。地基就是讲，因为伊四大天王住伫须弥山的中腰，脱离天住伫须弥山的山顶，因拢总爱有离这个土甲这个地顶面建筑物，所以因无离开地，以地为基础，安尼叫做地基天。即马开始，咱搁再爬起来到顶面，虽然摩天起来都无土地啊。现在这呢，又起来这四战天都离开地，无地基，他们无地基都在云顶，所以他们叫做呢云基天。云基天就是在虚空啊。啊，你说啊，这人住在那个虚空，住在云顶要安怎住？那要有功夫啊。啊，如果没功夫的就是要住土地啊，要住这有土的地方啊。要哪样这样说起来呢，咱就更加进一步，各位呢往上提升啦，吼、哦！下面看《疏阎摩天》，《疏阎摩天大帝陀论》讲，讲阎摩天王名妙善时分，因时时唱歌快乐，受五欲境，知时分国。这天的天，的天主天民。因这天的天名叫做善时分，善时分就时时刻刻拢中呢，快快乐乐。因是伫欲界天内底第三站天，这天离开咱人间大约有64万里，日月的光照袂到这天。日月的天都啊照到脱离天、甲四天王、甲人间，安尼尔。一天起来，无日头，无月亮，暗就暗飕飕咯。各位，一天起来的天人身躯，每一个人拢会放光。因的光呢，会使讲放出来光呢，七亿昼夜不分。所以他们没法分日时也是暗时，整天都光亮亮，都光亮，因为光啊，所以呢没法去分日时暗时。他们要怎么去分日时暗时，只是只看他们的莲花开和合，开就是日时，合就是暗时，用花的开和合来呢分别这个时节时分。要在这个天上的人呢，因的心量的悬呢，一个人的悬度差不多呢240丈。各位，一丈12尺，
啊240吨安尼外悬。李文清到遐咧看恁安尼尔啦，啊，恁看到天银哦，他甲安尼打起吼，看袂到面啦。一里因的岁寿有偌长，2000岁。咱人间200年，因都一暝一吉。啊，若是天寿2000岁，合起来算人间来讲咧，咱爱食14400万年，因只算2000岁。所以你甲看时间、福报拢无共款啊。呀，你若讲什么款的人，伊才会当升到即天去呢？第一个条件，在世爱布施；第二个条件，爱受持不淫欲戒。不淫欲毋是不邪淫哦，听好清楚哦。不邪淫是正式的夫妻以外，安尼才叫做邪淫戒哦。不邪淫就是无嫁娶哦，无嫁无娶，内心内底柔和平静，过来不杀不盗，爱受持五戒，也真用功，家己自修。但是这种人，伊伫外口活动的机会足少，大部分伊拢是静坐，静坐的时间较济。也参像这种的人呢，伊入临命终了后呢，这个虚空内底呢，虚空中呢，伊自然呢有迄个光，自己的身躯就有迄个光明，也伊就家安住伫迄个光的顶面。所以这天的天人叫做啥？空机天。空机天的第一站天就是这站。也这站天的天人呢？因所享受的这个福报五欲之乐呢，因是自己的福报去享受，因唔能管世间人的善恶想法的代志，因唔能管。所以，这天的人就是修行人。你有修行，你才有法度通去这站天内底，你呢静静地啊修行。啊，过来呢，咱搁再呢。爬脚起来顶面看，道出道天，道出道天，离咱的大地都能讲讲，三道出道天王明妙足，以五欲地子地足国。这阵天后一名叫做道出道天，译过来咱这边叫做地足，叫做妙足，叫做神足。这是欲界第四站天，咱常常来讲欲界有六天呀，咱即摆爬起来到第四站天，这天内底有分内院甲外院，外院呢就是一般天人凡夫所住的所在，啊那内院呢就是属于净土，叫做弥勒净土。那么离这个弥勒净土呢，一般都是拢是宝处菩萨。甲造福宣扬教化的大菩萨，而且大，也即阵天总共有50层，就是讲土里天有50层，外口一层就是天界，后面49层就叫做内院。内院呢，内院就是拢是顶甲位菩萨的大，所以叫做弥勒净土。也伫弥勒净土内底呢，因唔能受到三灾，唔能受到劫坏的灾难来侵犯。其他你就是外口之人，你若是呢受到天灾，阮在受，只干那内院无受尔。也内院的天人甲外院的天人，因的天福天寿拢讲同款，一律拢同款。凡是你。升天到道出道天来，天人的天寿，一个人拢4000岁。4000岁合算起来，咱人间都偌久呢？都57亿600万年。所以各位，咱当讲弥勒佛当时会来下生人间，都咱佛经内底讲56亿7000万年，啊，即其实是啊57亿，哦，啊，一个600万年。就是因迄个天寿，
因为迄个天顶四千岁满，伊才有来到这个人间。也伫即阵天的天人，因出门就是脚踏云头，吼、哦，脚底就是云。所以这五十层的天人呢，因每一层，这五十层除了头前迄层，后壁呢49层，每一层的天拢有500亿的天宫殿，一层就500亿的天宫殿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这49层天内底住偌济人，你敢知？迄人住有够济啊！那么外院呢？这个外院的天人的身躯呢？因的这个身量长有320吨，320吨是算咱的哦，算咱的，咱的世间的太的少。也因的岁寿嘛是4000岁，所以历人间400年呢，都因的一暝一日。各位活100年就足久啊呢，活400年的人有无啊？批做嘛才308年呢。对不？啊！你讲你伫世间活400年呢？安尼都因离遐一暝一日尔，哇！这时间非常长啦。啊，但是嘛是足侪人想要去啊。啊，到底是啥物款的因缘才会当生到这个到天去呢？各位，离世间第一爱行布施，第二爱加上不犯四丘果。就是袂使犯着恶口、良舌、妄言、忌语，这四种的口果袂使犯着。过来呢，就爱护学道文。护学道文毋是普通的护学道文哦，这是研究佛理的哦，爱有智慧，佮会当善良分别好受，看人就知影这个人好歹人，看人。就知影讲，这个人是对甲唔对，佮有这个智慧哦。一心干那爱熬涅槃境界，凡事拢认真用功，俗世间有修有为的大善人，但是心是清净的功德，所以心存好德，这种的人，伊命中了后。自然就上升精微的这个道祖道天，因为这天的天人，伊就是进入这个内院，也伫内院的天人不受到三灾劫坏，拢被波及到啊、外口的这阵外院呢，原在爱受到三灾，爱受到劫坏的灾难。那么你来院，这天就是宝处菩萨所在的净土，要等待下生人间，要来成就佛道，要来呢修这个喜足。所以根据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较早嘛是带过这个道祖道来院，伊来投生到人间是对道祖道天宫下生到人间来。伊生到人间来成佛了后呢，脱离天宫，天这个呢，道祖道天呢就换弥勒菩萨去住伫遐。那么弥勒菩萨呢，伊住伫遐呢，爱4000岁，4000岁就是57亿600万年呀。了后，伊才降生到人间来量化三会。但是各位，时间还不够，唔是够啊。不过现在嘛有教内的人、教外的人，足侪人呢，因拢咧修这个弥勒净土的法门。因讲呢，往生净土上远，爱求生道祖天宫较近，因为道祖天宫六欲天尔嘛，离六欲天的第四层天尔嘛，所以呢，因足侪人呢，拢伫咧修这个弥勒净土。但是各位修弥勒净土，要往生弥勒净土呢？头前面我有跟你讲，第一你爱修布施，这个布施是无执着的布施哦，是三轮体空的布施哦，不是普通布施哦。而且呢，口果拢未使犯着一句粗恶话哦，未使讲着一丝丝的小妄语哦。
而且你爱好学多闻，爱有条件，这条件你有够。其实你无修弥勒净土，同款嘛是会当往生去到弥勒净土的所在。也伫咱这个佛教有弥勒上生经甲弥勒下生经，所以有一款赴外道的人呢，因就讲弥勒佛呢，即马就是咧降天盘，因为弥勒佛即马住伫道祖道天宫嘛，所以呢，因讲伊就是伫遐降即个天盘。其实天盘唔是弥勒佛咧降呢，那甲咱的相关关系呢，天盘都他化自在天咧管的啊，那是弥勒佛咧管的，那弥勒佛咧降天盘呢？天盘是他化自在天天主咧管的呢。啊，那咱世间是脱离天天主咧掌天盘咧。啊，那是道主道天宫的这些天人，伊无咧掌天盘咧。迄款的拢是退休人员呐、啊，拢求生净土的人啊，迄不争不取，对不？因那是寂灭为乐的人，啊，要搁掌什么天盘？对不？所以这就是唔捌道理呢。但若知影讲，弥勒佛即马就是伫道祖道天宫，后边啊要来莲华三会呢，要修完，三会修完，那无地藏菩萨嘛修袂完呀，对不？所以呢，足侪人就利用这个关系，啊，摕这个道理呢，无了解这个道理，无了解这个含义，啊来做因个呢教主，做因个教理，啊，所以因个教导拢成功，死去了后，就是要往生去到这个离天。各位，不管讲你要往生对一天啦，你要往生西方，还是要往生道祖天宫，还是要往生到对一站天，其实你修弥勒法门也好，你修外道的弥勒法门也好，你呢一切真假的教法。甲目的，恁拢心内有数。你修这个法门，你外表呢装佛做装遮济，你呢外表讲经讲佛听，你心肝内你要创啥，你家己知影。你是毋是真正咧修佛法啊？你是毋是真正对佛法有了脱，有想要了生脱死啊？这拢个人知影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若是修这个法门的人，弥勒菩萨嘛知。弥勒菩萨伊会甲你决断，所以呢，唔是是非，阿嘛唔免惊人讲，足惊人讲哦，啊，人甲因批评，人甲因讲指教，唔是。这呢，你到道祖道天宫这天内底，当然我爱甲你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恁啊一向呢执着讲，恁伫这方面的理，也是这方面修真久啊咧逃未开的人，我希望你着爱开大智慧。好，道祖道天，道祖道天宫呢，咱即马暂且甲各位介绍到这个程度就好，咱即个更上一层，搁起来来看化乐天。化乐天大地道论讲，讲书法密道，真言化乐自化五顶五乐国。啊，这天的人真快乐。这天的人呢？只要靠他自己修来福报和心力，就可以现出种种的神通。这天的人可以将这个五尘色声香味触，这五尘给它变化随心所欲。你想要爱啥，只要想你就给它变来五乐，所以这天叫做化乐啊，它的快乐都变化来。这站天的天人呢，伊家己会当变化来娱乐，啊来享受，哦。但是呢，即阵天的人伊不求人，所以伊毋免管恁世间人呢。你要修毋修，你要恭敬我毋恭敬啊，伊拢无咧管的。即天的人是足快乐的，逐工伊拢变化，伊所有享受的拢变化来。但是即阵天呢，离咱讲起来，即马安尼地球安尼看起哩，对无？咱个地球安尼向上看起哩，大约有256万里个所在，即阵天伫遐。各位，咱全世界发明迄、那个，迄落火，迄落啊做啥？
飞钱啊，吼，还是啥？迄款啥物要去啊，升天去越增越月球的迄款的啊，做啥？太空迄太空飞钱迄啊，太空飞钱敢会当射到遮悬？袂当吧？哎呀，射去到遐之后，遮天然怎啊甲塌落？对哦，因为因这你根本因拢住伫云顶，你也无看到人，哎也无厝啊，因的厝都是伫云顶啊。所以你就是乎你太空所飞去到遐，一看，哎，这天内底原来空壳的，拢无半滴，无半物件。其实因住伫云顶啊，你看伊离开咱这个公里数，你开钱根本都拍袂到遐去啊。啊，这站天的天人呢，因身高有偌高呢？你敢知？因的高度有400吨呢，高伊。迄支太空飞箭若射去，拄仔伫伊个脚掌头啊旁，迄一支毛尔，啊，啊，那这凡间这项是什么东西啊？对无？哎，你看因个高度高甲安尼，即落形，啊，你呢？离咱要安怎看到讲知影即个是人？唔知啊。哦，所以因的血寿有偌长？8000岁。拄只咱听讲，到处桃天宫是4000岁哦，起码因只8000岁，8000岁都人间100年，800年都因一暝一日尔。咱活800年呢，是因的一暝一日。拄只讲平祖呢，活偌久？800年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你家想讲一暝一日。啊，那安尼，咱人间呢，那活的230亿400万年呢，安尼拄拄8000岁啊！各位，恁爱来几百万一拜，恁敢知？恁来一届可以算一百就好啊，对不？安尼恁等于算，说法给恁算哈。啊，你连即站天既然这快乐，什么条件会当去？各位，第一个条件嘛是布施，但是这个布施要潜心。深深心对内心内底欢喜出来要做布施，唔是人甲你鼓励，唔是看到讲无嘛好诶，唔是哦。对内心内底确实做爱布施，这叫做第一个条件。第二爱持清净戒，持戒袂使犯戒哦。爱道文好学，爱广修十善法，过来孝顺父母，敬重万物。自力生活，不依靠他人，这款的人智慧高超，所以伊了解佛法非常深深。这款的人才会当往生到化乐天，这叫做无牵无挂、无拖无累。一个人家己修行，一个人家己生活，伊拢无其他的牵挂。所以你看看，伊死去了啊，轻飘飘的，没有呢。遐个安啊，正脚咧拖，后倒脚咧拖，拢无，安尼直接就飞上这个呢云顶去了。即站天的人，伊讲，你讲在生，伊就安尼家己一人修行，啊，接无快乐，结果人伊去化乐天时，自己爱安怎人就变化来，都有，因为伊的福报有够遐。伊自然就可以呢，来享受这份的快乐。所以各位，在咱咧修行的过程呢，在咱咧做功德的过程呢，恁拢唔知影讲，原来是修要互杀人，修互家己啊！你布施嘛修互你家己啊，你用功嘛修互你家己啊，持戒嘛修互你家己啊，你所有足认真研究佛法，足深入嘛是为着家己好啊。也无予别人啊。那么下面咱欲界地上悬的迄层天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迄层天咱着留咧呢，下一界再来带恁去哩看一下通关欲界天的天主是啥人。好，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